队长，什么玩意儿？检察院送来的，要求重新立案，侯桂平的案子。不是早就结案了吗？谁签的字儿啊？您见过，就是上次那个侦查监督科的科长江阳。又是江阳。这家伙怎么一直追着这事儿不放？走，跟我去趟检察院。有件事啊，困扰我好多天了，像个谜团一样，一时解不开。我这人呢，有强迫症，想不明白呢就睡不着觉。我呢，也算是法医界独孤求败的级别了，找不着对手，想起你来了，你看。这是江阳被害时的凶器，有线电视信号线，没错，这上面还有些划痕，对，在这头上一点痕不起眼。那你有什么想法啊？我呢，有个侄儿是装有线电视的，我问过他，他说在他们的工作环节里面是不会产生这种划痕。这个情况还有谁知道？我给顾一鸣提起过，这小子说我是神经衰弱，他可没这脑子。你再看看我这脑袋啊，好好看看，看我这面相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老话怎么讲的？这叫聪明绝顶，万中无一。严队，刚从平冈县公安局调过来的。尸检报告啊，老刘，这卷宗里面怎么没有侯桂平的尸检报告？严队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他们手头上的所有资料了。顾队，麻烦你跑一趟平冈县公安局档案室。人命关天，连个尸检报告都没有，怎么解的？对不起，我还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。但是，对待下面单位我还是有一套的。我现在就去，连夜去。先找这停车。在大厅等你。
检察院的。你好。啊。江潭市局的。怎么了？刑事案件的卷宗调档，需要大队长李建国签字才行。你让他签了字再来吧。卷宗里边连个尸检报告都没有，你们怎么结案？我亲自找找。小哥，哎，顾队长，顾队长，真的没有，别找了。侯桂平那个案子，当事人早就死了，早就撤案了。案卷材料也都已经封存在档案室了。按照规定，我们可以不用移交检察院。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们检察院调这份材料干什么？小军，调令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需要对这个案子做一次复查。我这不是档案室，不负责保存档案，我还有很多公务需要处理，失陪了。我们刚才已经去过档案，哎，走。喂，都查了，没线索。反正去都去了，顺便跑一趟检察院，看看有没有关于此案的任何资料和记录。得嘞。走吧，县检察院。他李建国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不就是个刑警队的大队长吗？论级别，不也就是个科级干部吗？他跟我面前拽什么拽？哎呀，看把你给气的，过来喝口水。过来。他虽然跟你行政级别一样，可人家是刑警大队长，这大队下面还有中队呢，少说也得有六七十号人。哼，那人多就了不起啊！看我后面怎么收拾他！不是，那李建国要是死活不肯签这个字，那这卷宗咱就死活拿不到了。他敢！咱们县所有刑事案件的尸检报告都是法医陈明章做的。要不你先去找他问问情况。找我干什么呀？这所有的材料都在档案室，你呢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跟他们要啊。陈大爷，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，你们单位的档案室不是很配合。哦，找领导协调一下嘛。你别忘了啊，你们呢，你们是检察院公安这帮人啊，最怕的就是你们。对啊，我跟你想的一样。可那个李建国，不是陈法医，这事儿还真得麻烦你通融了，帮我核实一下死因。这个结果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。你跟这死者是什么关系啊？他是我一个朋友，这个案件非常蹊跷，你一定有印象。哎，等等，你说这个死者跟你是朋友？对，他是我大学同学。那这算私事还是公事？目前来说算是私事，但是你放心，只要我拿到证据，以后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。哎呀，你误会了，这不是麻烦的事儿。你看我像个怕麻烦的人吗？哦，对啊。只不过，不行，不行，不是，怎么又不行了？是不是这个案子确实有什么问题啊？很特别，如果我要是帮你的话，我自己的风险会很大。我知道。不
是吧？也求您帮帮我，是吧？我求你了，求求你，你就帮帮我吧。风险实在是太大了，我呢得加上风险指数啊。我跟你打九折。算了算了，四舍五入。嗯，以前是我一个月。嘘，你小声一点。是我一个月的工资。说老实话，平冈县就我和徒弟两个法医，哎，每年有四五十具尸体啊。要搁往常，我哪能记住那么多名字？可侯贵平这个名字我记住了，死得太蹊跷了。具体是怎么个蹊跷法啊？我下班之后呢，找你细聊。黑，实在也太黑了吧！你这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啊？所以啊，下个月只能勒紧裤腰带了。打你！哎。不过我今天早上和陈法医见面，我看他那样子吧，侯贵平这案子十有八九确实有隐情，我还担心他后悔不来了呢。他敢，这是的，居然有警察敢向检察官索贿，气死我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你给他钱的时候，让他写个收据，这案子结了，我就把他拉到检察院审他，到时候连本带利一起。不好吧？好。陈法医，这是你女朋友？啊，我挺漂亮的，啊？啊？怎么样？今天啊，我请客。古人讲啊，过午不食，我们晚上少吃点，也有利于健康。啊！哎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大哥，您看您吃点什么？三碗榨菜肉丝面。稍等。哦，对，越快越好啊。陈法医，验尸报告。君子以言。驷马难追。我得提醒你一句，这个信封就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，打开之后呢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现在反悔的话，我可以把钱退回你。当然了，这样的话，那今天的面钱。我不会后悔，给我吧。嗯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再问一个问题。啊，你说。如果你发现侯贵宾根本不是淹死的，你接下来要怎么做？侯贵平真的不是淹死的？我可从来没说过侯贵平是淹死的。可是据说当初的验尸报告写的就是落水溺毙啊。那份验尸报告的结论肯定不是我写的。可平冈县所有刑事案件的尸检报告不都是你准备的吗？很简单，结论被人篡改了。哇，平冈县谁那么大胆子？来吃面，晚了就糗了。
请慢用。怎么样？你们现在还想买侯贵宾那份真正的验尸报告吗？不买。嗯，恕我直言，你和这同学要好吗？我们就是普通同学啊。嗯，我建议啊，你还是算了吧，你还年轻，没必要浪费自己的大好青春。不知道这个案件呢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啊。当然了，我不是怀疑你的专业能力啊，就怕你级别不够。我们是科长。科长，一个县级机关的科长也就是个副科级，还这么年轻的科长。李建国跟你的级别一样，你还是他的监督部门，连个卷宗都拿不到还想翻案？那照你这么说得多大级别才能翻案啊？等他当上了检察长还差不多。我爸是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，级别够不够？哦，这样的话那就有的玩了。警察同志，按你讲的意思，你能给贵嫔翻案？叔叔，我们不是警察，我们是平冈县检察院的检察官。侯贵嫔这个案子呢，确实很蹊跷，但是现在必须得有他的亲属在这个申诉书上签字，我们才能继续查下去啊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也不能确定能不能给贵嫔翻案。我们现在确实掌握了一些线索，叔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努力还侯贵宾一个清白。清白，警察同志，你是不知道，贵嫔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。他走的时候，村里还组织了一个欢送队呢，连我们村长都亲自给他打锣送行呢，那个光荣劲儿啊！真没想到，怎么现在事情成了这个样？桂平的爸爸，他是个教书先生，特爱面子。接到通知的那一天，他当场就昏了过去，送到医院抢救几天都不吃不喝呀。桂平的妈妈就是我姐，她精神出了问题，现在天天在外边到处游荡。在我们这个十里八乡，我们连头都抬不起啊！你说说看，警察同志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李，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
跟李静打好招呼了，他给了我一把钥匙，暂时交给我们保管。看来彻底被打扫过了。咱们前段时间不是来过一趟吗？多拍些照片，把尺寸都量好了，记清楚。好。今晚衣架的事儿别跟李静说，他和这案子可能有关联，还是小心点。家老爷子，这儿越来越不好使了。一会儿你跑一趟啊。好吃。你生活局里，我去办点事儿。哎，您好，明阳今天怎么样？哦，还是那样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。哦。哎，对了，严队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有个女记者也来找明阳，现在都没走呢。是吗？咱先把这喝了吧。这甜的，这很香的，你闻一下，甜的，甜的。我不喝咖啡。可是这……我不喝咖啡。先放那儿，好吧。橘子好吃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爷子。严队。你做你的。慢点啊，别噎着。辣不辣呀？他们都有奖章，为什么我没有啊？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还记仇啊？赶明儿我给你弄一个。
你可别骗我，我是警察。科长，科长，怎么着啊？这天也没塌下来。李建国他们找上门来了。李建国，好啊，这次可是咱们的地盘，我看他能怎么样，把人带过来。哟，张科长，李队长，忙着呢。哎呀，我这五分钟我还有个会呢。啊，坐，出去吧。李队长这次来，哎，你看这怎么说呢？啊，还是侯贵平案。这个案子早就有了定论啊，人证物证都齐全啊。现在仅凭对一份尸检报告的怀疑叫翻案，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呀？啊，如果以后都这么操作的话，那我们刑警队还怎么开展工作呢？理解，非常理解。李队长，咱们刑警队这些个兄弟啊，每天风里来雨里去，我们心里也都清楚。但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呀，侯桂平的亲属都冲上门了，在我们大院里长跪不起，那我们总不能视而不见吧？我们检察院呢，对咱们公安系统的办案效率一直是有目共睹的，就是个例行检查，走走程序，别太在意了，啊。不是我不管，如果我不重视的话，我不会亲自跑这一趟的。两年多前的命案，尸体火化了，现场破坏了，连当事人说不定都已经下落不明了，你让我们怎么查呀？那李队长这意思，是咱们刑警队不配合？原因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啊，咱平冈县每年的刑事案件60多起，我刑警队就这么几号人，案子压了一大堆。张科长，如果你们检察院有本事的话，你们自己去找真凶吧。你，李建国，你王八蛋！不过这李建国出具的不立案理由倒是没什么毛病，但是这个案子毕竟是两年前的了，想要翻案难上加难。吴姐，你是不知道这次我去侯贵平家都看到什么了，村里的风言风语已经让他全家都抬不起头来。你说这案子咱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，可现在已经落我手里了，我要是不查明白的话，我心里头这道坎过不去。这样，我现在跟你们院丁检察长打个招呼，让他们开会，再好好研究一下。喂。老丁啊，哎，对，是我。对，还是侯贵平案的事儿，我希望你们开个会，再好好研究一下，看看够不够重新立案的标准。嗯，好，你多费心。他让你明天上午10点等他电话。好，谢谢吴姐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哎，小张，哎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谢谢老周。哎，
任队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我们把整个平冈县公安局的档案室翻了个底儿朝天。哎，还真是老顾的风格啊，天不怕地不怕。但是我什么都没找到。最后去了趟检察院，终于找到一点关于侯桂平案的记录。江阳生前做检察官的时候，确实立案调查过这个案子，也做了详细的卷宗。据说里边是有一份尸检报告，但说什么都找不着了。找不着？把江阳所有的遗物都给我翻出来，大家一页一页的翻吧。干活吧。第二封。要不要再去排查一下照片上的指纹？不用，肯定和上次一样，什么都没有。那这张照片我们还登报吧？登。麻烦你们配合一下。找到了。邮局方面说，根据邮戳来看，匿名信是西城区东罗小巷一个邮筒投送的，还是跟上次一样，同一个地方寄出。有没有监控？西城区是老城，这个东罗小巷破旧不堪，早就在老城的改造拆迁范围之内了。而且有一家钉子户死活不搬，早就停水停电了，哪有什么监控啊？两封匿名信是从同一个地方寄出的，很明显，对方是在挑衅，也没别的好办法。任队，辛苦你一下，今天晚上带几个人去蹲蹲点。行。吃点垫垫。吃不下，胃疼。那就更应该按时补充营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病啊，就是平时工作太忙，不按时吃饭，所以才落下的。每次劝你，你也不听。吃你的吧。你说这颜良到底行不行啊？这都好几天了，工作也没什么进展啊，而且我特别看不惯他那态度。什么态度啊？就是那种目中无人啊，唯我独尊的架势，还来个任队。那就辛苦你一下，带几个兄弟去蹲蹲点吧。你说他凭什么指挥你啊？什么态度？我以前跟他一起办过一个案子，他就那样，对谁都那样。哎呦妈呀！阿姨又逼着你相亲呢。我跟你说啊，网上这帮男的其实特别不靠谱，还不如我呢。是你的吧？大家注意，疑似目标出现。注意注意，只要他一投信就抓他。
这行不行啊？大半夜跑出来就捡俩瓶子。小柯，注意一下你8点钟方向那辆车，拍一下车牌号。知道。哎，燕队，那你的案子查怎么样了？很怪。怎么个怪法？整个过程好像一切都是设计好的。哦，怪不得。怎么了？其实江阳遇害之前，我见过他一面。他好像对自己的死早有预料。要是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应该是我修的最后一部手机了。怎么，铺子不开了？不开了。为什么呀？太累了。那天，他脸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平静。修完手机后，他还非要请我喝杯咖啡。真相。如果我跟你说，我有可能消失一阵子，或者有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，那你的访谈计划就完成不了了。你会不会特恨我呀？你是打算去哪儿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还没想好呢。哦，我以为你是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呢。没关系，现在通讯手段那么发达，咱们的访谈随时可以约个时间打电话进行嘛。没想到啊，那就是我见江阳的最后一面。专案组，昨天又熬了一宿，辛苦啊！来，来吃吃早点，来。感谢赵局的关心。哎，大家辛苦啊！还不谢谢赵局？哎，谢谢赵局。今天可谁也别熬夜了啊！
都回家睡觉去。哎，赵军，早啊。重要线索：张少太太李静是侯桂平的生前女友。不会吧？看来这个李静还不简单。那昨天晚上蹲点，有什么新发现吗？找了一夜，除了个捡垃圾的，什么也没看着。嗯，倒是有一些意外的收获。蹲点的不光只有我们，还有谁啊？你可还不清楚，查过了，用的是假车牌。假车牌？那看来咱们身后头还有不少眼睛盯着咱们呢。嗯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一个捡垃圾的。别提了，跑了一宿，就看见一个中年男人，穿着破破烂烂的。就围着那个油桶来回转悠，我们都以为逮着大鱼了，结果人家一弯腰捡了个易拉罐走了。拍照了吗？没有啊，拍他干嘛？这出戏越来越好看了。
亲。